这好像也吸收不了多少呀，这结束了，阿根廷赢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屌？那你们他妈发弹幕的好激情，感觉你们没吸，我没吸，没吸，没吸，就只补了月钩。 也不一定，有钱人真不一定大把钱这么吃的。我觉得有钱人不一定是说非得去消费很高的东西叫有钱，有钱反而是能够控制自己花钱的人。然后当别人把钱花完，他们有钱了，他们所以才是有钱。赚得多跟有没有钱，我觉得不能画等号。 我觉得有钱不一定是说非得去消费多贵的东西就有钱，但是确实消费贵得起的人还真是有钱，但消费贵的东西并不一定真有钱。 受不了了，争夺手玩的好像还行。哎，挡住了。 这动手可以，是不还挺强的。<咳>这里可以跟他打，我要补这个兵先。死了，这 W 中了就死了，继续，这 W B 中。 一套就秒，他这个明显 W 中了，二段再中，他就该闪了，他这要么就直接E我，对吧？就二段中了就直接拉我就行了，直接拉把我拉了以后，然后往上走，这样就算我交 Q 3的话，他还有机，他还有他，我就算交 Q 3闪，他也有闪， 至少他不会死。几个钻粉给上分，你要包天啊！我又不带练。 只是开开钻粉打打号而已，那代练那是要打到某个段位的。他这血量要死的，我一套就死了。 没想明白，他这很明显要往下走。我 Q 3你又不躲，你怎么那么头铁呢？不喜欢躲我 Q 3你躲一下呀！你非要把我 Q 给吃光干嘛？他躲了我一段 Q， 但是我 W 他没躲掉，我 W 跟那个 Q 3都中了，他只要被拉回去，他一定死的，因为我多一段伤害了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要 Q 3我，我得回头打他。 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我要杀他。他六级。
我想杀他，但是我的血量拉回来 WR 我就死了。哎，我在想什么？我应该走。我好像要死了。算了，又不太想走。我有骸骨，不一定会死。我想要怎么杀他？ 一Q必中，跪下！让我看看你有几条命！切，不堪一击！战斗手停了，他前面玩的很好，你好像脚本地。 那还不赶快实锤？应该找不到第二个跟我操作接近的人了，我感觉。当然不是说我玩的特别好。哎，我好像死了，他有闪现。跟你们讲话是真的烦，有时候。哎。 气死我！跪下！<笑>完了，跪下的主播还行。你别看他用闪现把我杀了，好像我很废。你要这样想，他下波没闪，他只有一个疾跑，然后你下波黑切，他出来一次死一次，对吧？你要这样子想，而且他这波他还要吃我路程，但是他补刀特别多，我补刀掉了好多，就把没怎么补刀，全干架去了。 出可学不用，我现在主推黑切，打鳄鱼黑切，打弄手黑切，打日永黑切，打掘墓黑切，打海兽黑切，打晚号黑切，打猴子黑切，打铁男黑切，万物皆可黑切。你出了黑切，你会发现这些人脆的像纸一样，因为黑切它是生命值、攻击力、 CD 破甲、移速，它是五个属性，其他装备就第一件没有那么综合，其他装备可能伤害比它要高。 可能续航也比较高，但是它比较全面一点的话，就它。哎！你干哈嘛？ 你干哈嘛哟？他是怎么跑去跟怒手打起来呢？虽然说我吃的爽，但是拿了个小终结也行吧。我还得再杀了一次，我满级了，满级 Q 了。 看不到 ，nice， 无情铁手，一个 EQ 必中，拉回来 Q 1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已经是机械性操作了，太欺负人，那没办法，他是第一个。 够了，买这个就行。哎，这裤子又掉了。最近裤子老是掉。
提下裤子怎么了？一下裤子也不给，这也不给，那也不给。我走去干嘛？上去干架！我操 ，Q 两个，要砍头啦！哇！我操，团灭！ 对面看来是不小了，这诺手他这波不要先去中路，什么都没拿到，58的差距开始显现出来了。这行，等着，这仇是一定要报的，咬住！哎呀，吃了小青蛙丢了命。 哎呀，小淘气，烦死了！这个变羊跟这个大招，这人马还有大，让他上路用过了，这波大招好，不好改，给人杀了。把这路撸宰了，可以再杀个人马。小淘气，小淘气。在上路什么都拿不到去碰运气，他主要还是他自己对线没打好。我操，这玩他妈几何数学！ 变羊，真别乱说呀！这得变羊，妈逼诅咒我是吧？你们这些坏逼。C罗追不上梅西了，阿根廷夺冠了吗？要砍头了，无情铁手！不，你要杀你就杀快一点。哦，真砍头了，我操！一刀就死了。 好痛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你的夹子好痛啊，我痛死了，快要痛死了。这里有个眼。这上单应该没人。 这上单应该没有人敢过来再收线的吧？这线他妈谁敢来收我？10秒大招！等一下，猎人是要有耐心的。与其四处奔波，不如守株待兔。我们这一波需要守株待兔，等一个过来送的。妈人呢？兔子去哪了？ 兔子来了，兔子要死了！我操，来3只兔子啊！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哦，还行还行，来一下来3只，还会咬人的。 哎，来，你再往这边走。啊，再一下，伤害不够。哎，他没大招，没大招，小蛋糕，没大招，没中，没中。我操，他们两个都没大招。
别他妈恐龙让梨呀！哎呀，妈逼恐龙让梨干嘛呢？我操！哎，烦死！恐龙让梨。 啊，射一下给我射死！烦死了，然后买个魔抗好了。没听，四百，我天，这什么伤害啊？这弄手没魔抗好，难怪。这寡妇还没回家消费过呢，那等下回家又掏一个大剑出来。恐龙让梨。 好像是说恐龙不吃梨，然后把那个梨让给人吃，那个成语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那恐龙它不是肉食吃肉的吗？然后恐龙有一天走到路上，看到有一个梨在路上，它不想吃，它就让给人吃，这叫做恐龙让梨。主播真有文化，哈哈哈哈哈。 嗯，开玩笑的，<笑>不会真有人信了吧？妈妈妈妈，我昨天看《XiaoMing 拿什么跑啊？真烦！哎呦 ，Q 二打的露露还好，这打人是真疼啊！这些 ADC， 我真觉得 ADC 伤害是要学一下，真的。 真有必要学一下，这等级那么低，造成的伤害怎么能这么高？他就一个破壁海妖杀手，妈能打这么疼的？这打了1700的伤害，你干脆直接点一下死了算了，洗了算了，洗了算了。哎，冬蜜就冬蜜了，冬蜜了就冬蜜了，洗了算了，600块。 你打他也疼，我打他疼那是天经地义，因为我十四级，他十级，他妲己我疼那就没这说法了，他才十级，他怎么可能打我疼呢？他那么脆，就一个海妖，他打我疼那是肯定没有这种说法。我打他高，我打他伤害高，那是天经地义，那是那我打你火，我打你应该，我打你悲哀，<笑>那没办法，他不能打我痛啊。 我操，这寡妇真变态！ 我操！这给你放出来，你又喜欢叫，哎，那看来还是把你给杀了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我跟个木头一样，你来跟我试一下了。你像我这个身板。 我打2个1米8的都绰绰有余，知道吧？直播间的，<咳>不要觉得我瘦，我是练过的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他妈吓谁啊！我打的直播间随便找2个1米8真的，随便找2个1米8的，随便打，真的。就你们出拳，我就直接哎接住啊啊啊啊啊！明哥明哥啊啊啊！就我这样就挡住哎，咬一下手就啊啊啊啊啊！就那种，知道吧？嗯，可以跟我试一下的。
真的可以试一下，坏了！哇操，这么痛的，这破壁露露这么恶心，还行，哦，nice，是的。 知道吗？不要惹我，懂不懂？练过的，知道练过的，嗯，一边，两边，三边，四边，五边，打了五边。 一米八算什么？一米九照样。你没看过电影啊？那电影里面那种什么主角都是瘦瘦的，然后对吧？都什么那种恶霸的，我长得高高大大很壮的，一拳过来，那手哇，拧住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明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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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哥错了，明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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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明哥，明哥，你听我说，我的钱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是这样子的。 等一个黑眼圈 vlog， 还真可以。哎，这我怎么感觉我打不动这诺手？好像这是这个露露有问题。我等下打通，我要先杀他。哎，你们是不要加了吗？全在这边干。刚好 Q 一下，然后刚好拉回来 Q 一下。 然后再让先锋撞一下，刚好一个 combo 接的很完全，加上一个 QQ 三段，直接把他带走。哎，你们是真不要加了，挡一下，抢到了又能怎么样？有命有没有命花呢？还动命就动命了嘞，动命就动命了。喂，拿下，兄弟们。<笑>